各位杯马领队，各位最伟大的领导，RIWAY里面最有智慧的领导人，欢迎来到我们立会国际的第九届的杯马之夜。不知不觉已经九届了，在短短的九届里面，第一届才六个人，上一届我说这一次会有多一倍嘛？的确，桌子的确多一倍。那么今天我很高兴。 这个画面在我脑海里相当一段时间，飞马之夜超过100多人。这是我在第一场飞马之夜呢就已经提过的，飞马，每一个人梦寐以求的一个目标。我们的所作所为，我们的一举一动，都有可能人家会对这个职位会有不同的想法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停在这里。 然后一起共同的去保护这个，让它继续的成为别人的梦寐以求的一个职位。